又后脑袋痛，一片脑袋痛，一片痛啊！我还看到啊，有个一架飞机啊，他人家飞的是个飞机上挂下那个绳子，挂在绳子上面，坐在这个绳子上面啊，然后脑袋好像也被绳子挂着了，挂着了啊，挂着了，挂着了啊！这样的镜头啊，就要少出现啊，这个具有很大的欺骗性。因为人飞，飞机上飞，人用这样的方式去坐在身上，而且，而且还有些动作什么之类，这个完全是骗人的。这个本来就坐在上面，就是又承受着很大压力啊，很大的压力，风吹过来拍着肚子都痛啊，本身就承受着很大压力啊。所以这种蒙人的东西不客气啊，好知道了啊，好知道啊，肚子也痛啊，好知道了啊，知道了啊。